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日本超人气舞团 Avantgarde 今年五月挑战 Energy 的歌曲《星期五晚上》16吨，舞步整齐又利落，一拍轻松，面不改色，还几乎是用单脚跳，被誉为最轻松版16吨，观看次数至今已破1400万。当时许多网友敲碗 Avantgarde 能与 Energy 梦幻联动，如今心愿成真了。第59届金钟奖节目类将在10月18号星期五晚上登场，特别邀请两团同台担任表演嘉宾，一起大跳16吨。而 Energy 成员昆达日前就抢先暖身，为品牌活动携手 Avantgarde 在西门町大跳16吨。到时两团一起尬舞，画面已让人相当期待。